警察干嘛来啊？他来干什么？警察来这里干什么？是啊，警察来这干什么？他来这里干什么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他干什么来了。他怀疑我是凶手，他认为我杀了人，他准备来抓我。我没有杀人，沈医生，我真的没有杀人呐！求求你帮帮我，我没有杀人，我没有杀人呐！你别紧张，我先给你做一个迅速记忆治疗法。 每张胶条的背面都写了字，我需要你快速的记住上面的字，然后再迅速的写到白板的这一面，明白吗？准备好了，随时开始。韩秀，1991年5月18日，我在棉纺厂家属院，我杀了他。韩秀，韩秀。 1991年5月18日，棉纺厂家属院，我杀了他，我杀了他。写好了就去看第二条。我杀了他。吴芳芳，1994年7月4日，我在机床厂宿舍杀了他。1994年，吴芳芳，94年7月4日。 我杀了他，我杀了他，我杀了他！林海云，98年11月13日，我在平房区杀了他。张平，98年11月14日，我在邮电局家属院，我杀了他。对，我杀了他，我杀了他。写完了。很好，比我想象中的快多了。你坐吧，我们继续做后面的治疗。 累了吧？你今天状态不太好，怎么了？我做噩梦了。我看见跟你……啊，对不起，摄影机好像出现点问题。 你稍等一下。喂，吴医生。哎，我这边摄影机出了点问题，而且我这边患者状况不太好。对，带着摄影机。谢谢。 没指纹、没足迹、没指甲、没头发，这么说吧，凡是咱们能查到沈海洋身份的检材，全都没有了。是沈海洋走的时候打扫过家里。哎呀，沈宇这小姑娘也是可怜，被亲爹抛弃了，找都没地儿找。他后来就没来找过？头两年倒是经常来问，但一直没有消息，他也就放弃了。 那这个沈海洋以前是在哪工作呀？安定院，也一样，去查过了，没有任何痕迹，就连那档案跟病历都不翼而飞了。那行，小霞，你再坐一会儿，我那边有点事儿啊。别过去！哎，同志，别激动啊！别冲动，别冲动啊！ 你别激动，别激动，你有什么事情吗？你可以跟我说。找警察。我就是警察，你先把警察给我。把人先带下去。啊，那个大家都别紧张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 小夏，你没事吧？
没事。好。放轻松，慢点说。你的噩梦，它不是噩梦。我昨晚在家里，我突然听见卧室里面听到那种，哎呀，就那窸窸窣窣的声音。我打开房门，我就看见什么了？我看见一道光，是太阳一样阳光，刺得我睁不开眼睛。就坐在我家卧室的鞋里面，我当时吓坏了，我撒腿就跑。我跑到客厅的时候，突然我身后的电视机突然亮了，电视机里报道着一个女人被杀的情景。我们家墙上有好多照片，好多照片，照片上是个女的。我忽然看见这个女的从卧室里出来，站在卧室门口，没有脸，全是头发。她就这么瞪着我，她就这么瞪着我，没有脸，没有脸。那后来呢？然后我就晕过去了。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我醒了，我睁开眼睛一看，我居然躺在我们家卫生间的马桶旁边。家里头那些可怕的、奇怪的东西都不见了，家里头跟往常一样，都很正常。然后我就看见我的手，你手怎么了？两道血口子。这是你自己划的吗？不是吧？是吧？不是。不是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一直在想，电视里面那个被杀的女的，她叫。你别着急，慢慢想。金兰，我想起来了，她叫夏金兰，夏金兰。哎，什么情况？一个女的把一男的给捅了，然后去派出所自首了。这个死者叫吴明，外企高管，46岁，居委会跟小区邻居都反映啊，人缘不错。这嫌疑人呢？是他老婆，叫曹映霞，40岁，无业。我们走访了一下，小区的住户跟邻居对他的评价都非常不好，说他平常就是病恹恹的，成天阴着张脸，见人都躲着走。还有人说他更难听，是不是？这个说他根本就不是个人，而是个鬼。这每天凌晨的时候，披头散发的在这个小区游荡。哦，这有视频录像啊，你看。哎，这个，哎，对对，就是曹云霞。
他们家还有其他人吗？他还有一个18岁的儿子叫吴超超，现在读大一，我刚才已经让人去联系了。你们俩先跟光总把嫌疑人带队了。什么情况，老郭？凶器是一把剪刀。初步判断，第一刀呢，应该是戳中了脊椎附近，导致中枢神经受损，失去了抵抗能力。致命的应该是胸口这一刀，也可能导致心肌破损。七处戳刺伤，应该是泄愤。激情戳刺，老关他们已经把凶器给封存了。只要认定凶器上的指纹和血迹跟嫌疑人和被害人的一致，就可以结案了。杀人不过情财仇啊！看，手腕上这伤口，一看就是自杀未遂留下来的。他病得很严重啊！我从来没见过这种病例。从刚才谈话来看，他已经陷入了分不清梦境和现实的地步，自残都是出现在不自觉的情况下，这样下去迟早要出大事了。您指的是自杀呀？他现在的病情已经不是简单的心理疏导能解决的了。可是我作为他的心理医生，我还是很想帮帮他。这样，我建议呢，你把他转到更专业的医院去。咱们医院的门诊做做简单的心理咨询还可以，但是这种重症患者，咱得谨慎一点。哎呀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但是。但是你得顾全大局。你看，你看我给你记的这些特征，他现在只是轻微的自残，这要是万一闹出人命了，那是重大的医疗事故。那您觉得转哪个医院合适？这种重症患者，安定医院。哎，黄老师啊，是这样，我这儿呢有一个重症的一个精神病患者。啊，他现在呢已经进入了自残的地步，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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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了，行了，麻烦您老师啊。行了，我说好了，你呢抓紧把病历给他送过去。行，谢谢。哎呀，别客气了，视频拷出来我发给你。好。沈医生。刘医生，哎，小沈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想查一查旧病历。你怎么跟老关一块来现场了？我去城关派出所复印那份材料。
什么材料？跟海珠案有关系吗？虐狗案的，答案谁是催我？这是从小区搜集回来的视频。物证呢？所有的物证都在这儿了。这把剪刀是凶器，这个是受害人的手机。只有受害人的吗？嫌疑人的呢？我们在现场就发现了这一部。只有这一部？对。姓名。我叫曹云霞。出生年月。我杀了我丈夫，我认罪，你们判我死刑吧，你们枪毙我吧。判不判刑不是你说了算的，我们也说不算，法院说了算。我们也知道你杀了你丈夫。你怎么杀的？我就拿着剪刀，我就在他胸口这儿，我捅了好几刀，就这么一直，就这么一直捅他，两边倒着，我就把他给杀了，我就一刀一刀，我就把他给扎死了。今天是因为什么起的冲突？是我不好，我真的，我不是一个好妻子，也不是一个好妈妈。我没做好家务，然后我怕他说我。你就是怕他说你，你就要把他杀死。他，我怕他说我，我就没别的原因了吗？因为，我有病，他们说我精神不正常。他们说我精神不正常，迟早都会出事的，所以我就……你觉得你有病，所以你杀你丈夫？他们说我有病。他们是谁呢？他们，我邻居啊，我同事，我的朋友，我儿子也这么说，他们都说我有病。那你老公呢？你老公说你有病吗？他对我特别的好，他从来不说我，没有打过我，也没有骂他。对你那么的好，特别的好。你要杀了他？我身上有味儿，就是在太阳底下一晒，我的身上就像垃圾一样臭，特别的恶，我就怎么洗也洗不干净。你手机呢，曹云霞？我，你冷静点，你。不是我。你情绪平静点，我只问你很简单的问题，你手机呢？我。我手上的手机早给炸了。曹云霞他儿子来了。早给枪毙了。曹云霞儿子来了，我想上厕所。他在哪儿？我现在就是杀了他。
放开我！你喊什么呀？知道这哪儿吗？行了，你吴超超是吧？我刚跟你妈妈聊完，进去说吧。问你个问题啊，你爸爸和你妈妈平时关系怎么样？我爸还有我妈，所有人都知道我妈有病，精神病，只有我爸护着她。那她精神有问题多长时间了？我不知道。倒计时开始，我爸跟我说他有病，让我离他远一点，以至于我见着他我都害怕。可自打大学住校开始，他就变得越来越古怪，越来越怪。他天天说自己身上有臭味，每天都要去洗无数遍的澡，也不出门。偶尔出一次门，他也会贴着墙根走。那你妈平时会用手机吗？我妈从来不用手机，她看着手机她就害怕。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还没有。朗德，这还没找到啊？再找了，曹云霞压根儿就不用手机，别说对了。行了，别找了，收工。掌柜。哎呀。吓不掉火袋的。我查了查，这个是安定片，好多得抑郁的人都吃这个药。你给我说个实话，这小子到底有啥毛病？菜鸟，天天住凶案现场，那血了呼啦的，焦虑是吧？心情不好，失眠，你吃点安定，帮助一下睡眠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？他不是抑郁症吧？别跟人瞎扣帽子，抑郁症是进不了重案组。你这给人扣一帽子，把人一辈子都毁了。哎，你别跟我打马虎眼啊！没没没，他真要有那方面的毛病，该怎么办怎么办，按剧办。沈宇和他爸的事查怎么样了？啊，这段时间我把所有认识沈海洋和沈宇的人，我都走访了个遍，可得到的答案跟事实正好相反。这所有人都认为，沈海洋是不可能抛弃他的闺女跟别人私奔的。沈宇刚出生的时候，他的母亲难产死了，是沈海洋一手把沈宇拉扯大的，两人感情很深。沈海洋为了培养女儿，省吃俭用的给她报各种兴趣班，还总是请假陪她上课。所有脚的脚印深浅明显不一样，而且是足脚石。我之前听说过，练手风琴的人通常左腿会比右腿更有力量。有手风琴班吗？哎，还真有。沈宇还拿过全省手风琴比赛的冠军。还真让陈汉说对了。啥？我没事，你继续。这个沈宇对他爸也特别好，沈宇每天下课都给他爸送饭，在等他爸下班的这段时间，他就在图书馆看书。小李，我该回家了。这他特别的聪明，十几岁就已经啃了不少大部头的心理学著作，还是个神童呗，差不多吧。你再帮我查一下沈宇的生活细节，我想了解一下沈宇这十七年是怎么过来的。喂，我夏木，我在查无名的这个通话记录，这里有个被叫号码，永远只有呼入，但是从来没有接通过。你知道这个号码是谁的吗？好的，夏木，稍等一下，我帮你查一下。夏木，这是个不记名的号码，从号段来看，应该是2000年之前的老号了。这么多年前的？给这个号码缴费的人是无名，看起来应该是受害人无名的另一个号。
哦，好好，好嘞，好嘞，谢谢。自己给自己打电话。怎么了？你用匿名的电话给夏木发个信息，提醒他有人跟踪他。哦，这个我喜欢。嗯。有人跟踪你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今儿是周末，学校放假，我想回来拿点东西，住我爷爷奶奶家。你为什么不进去啊？你自己进来随便看吧。你怎么来了？就你能来，我就不能来了。手机你打了？你让技术队查你电话号码，就定位在这儿。应该在这个地板底下。
电。你这个贱货，居然敢拒绝我！我要让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你有多贱，我要把你毁了！你要敢报警，我就让大家看看你是个什么人，让你爸妈知道你的事儿，你永远别想离开我。曹映霞，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儿。